你为啥要参军？就想让家人过得好点。我爸没文化，家里穷，30多岁才娶上媳妇儿。我妈身体又不好，生我妹的时候都40多了，说完没多久。 他就去世了。我就念到初中毕业，就去参军了。开始是为了混口饭吃，后来在部队里面慢慢的锤炼，结识了一批战友，才对部队有了特殊的感情。你挺舍不得离开那里的吧？ 不说了，聊聊你吧。打小就被人当小祖宗一样供养着。哪有？我爷爷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没分家，我家里有好几个奶奶，那个年代你了解吗？我们都住在一起，但是没有电视里演的那种勾心斗角，我们一大家子反目。其实我的童年除了比你多几个司机、几个保姆，其他都一样。 我记得我记事的时候，我爸就给我买各种限量版的汽车模型、遥控飞机，还有各种各样没有上市的电子游戏机。我小时候玩的就杂多了，什么滚铁圈、滑橛子、抽皮猴，还有弹溜溜。哦，对，还有东北特色小吃，那个冻柿子、冻梨，还有1分钱2块的那个削皮糖。哦，对。 还有大馅饺子、锅包肉、猪肉炖粉条，好吃。有机会带你回我老家，咱们做热炕头上，尝尝最正宗的东北菜。嗯，来，再给我一份。<笑> 都这个点了，快快快，别玩了，咱得赶紧走，不然12点没法到家了。走走走走，哎，没事，我不聊，待会路上开车了，走。 能的话，我把车速降慢一点。不能再降了，再降咱们就得在路上过一宿了。你冷吗？不冷。 你怎么不穿啊？雨巷那么大，开车容易出事儿。听话，雨小点再走，非走不可。非走不可。那你载我。载你就载。
还有房间吗？只有一个单人间了。哎，帅哥别走，外面雨这么大，房间都不好订，除了我们这其他宾馆都没有房间了。我们这不大不小，也算是个旅游景区，每年这个时候房间都爆满，你们要是不订啊就很难订到房间。再说金哥还下雨，你们要是不订的话一会儿就被别人占了，下雨天房间都不好找的呀。我说要不就在这儿对付一晚。哎，老板还有房吗？还有一个单人间。咱俩住一块儿吧。出示一下身份证吧。大老爷们怕什么呀，这大风大雨的没地儿找啊。你稍等一下，他们两个我看一下要不要订。你们看一下吧，人家俩还不是一对，都打算凑合一宿，你们俩大老爷们有什么好避嫌的呀？多少钱？300。等会儿服务员，他们最后一间是吧？对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好吧。就这间吧。好，出示一下身份证吧。如果到最后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你妹妹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带我出去玩，帮我做好事，对我这么好吗？你怕吗？怕什么？哦，像现在这样长长到大，除了父母，没人对我这么好。但我也不会因为这些就委曲求全。我对你好，那不全都是因为我妹妹？还因为什么？这个理由，我以后再告诉你。